个我也不大清楚，我没有。那你身边有这样的同学？也没有，也没有这些。正常呀，就是有些就是头发比较多的，自然身上那些小胡子也有。还可以吧，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自己觉得不尴尬就好，女生嘛，稍微弄下就可以。买那种应该会有这种专门去这种汗毛的东西吧，就是什么贴的呀，或者是什么什么膏呀什么的，抹一抹。我没有，我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那你觉得女生会以如何处理自己的小胡子？这个吧，就像我高中室友，然后她也是长得特别漂亮的女生，然后她那个胡子然后就特别明显，就跟男生一样。然后我当时见她处理的时候是她就是在网上专门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膏，然后那个膏就会让那个胡子变白，然后就显得不那么明显。反正我觉得吧，女生有胡子一定不要剃，因为剃了就会像男生一样，然后再也剃不掉的，就会每天一直都在长。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正常的打理一下，然后是平时就化个底妆，然后遮瑕一下。我觉得化一个底妆的话应该就可以遮住，应该。女生刮呗，不刮怎么褪毛膏吗？没啥看法，长得好看就行啊，那有什么，是吗？胡子不胡子不重要。